己今天来的有点迟到，因为没有计程车要载我。很多人说我只是通告艺人，不对，我还是被告艺人。欢迎 Uber 找我代言 ，slogan 我都想好了，计程车的噩梦。我一直维持四个月，我的换洗都比这个长。为什么我今天会出现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出现吗？现在是鬼月。因为现在是鬼月。对不起，今天来的有点迟到。没有计程车要载我。因为没有计程车要载我。演艺圈有很多混血美女，有很多的混血美女，像徐伟宁，叫徐伟宁。是意大利混台湾，意大利混台湾的我日本混蛋。演艺圈有三种很糟糕的事情，霸凌，潜规则和我的素颜，还有我的素颜。马国弼和马国贤超怕我的，因为我叫马 Q 什么？欢迎 Uber 找我代言。Slogan 我都想好了。计程车的噩梦。很多人说，我只是通告艺人。不对，我还是被告艺人。我的男友有很多类型，有阳光型的，幽默型，还有缓型。其实我很想要演武则天，当皇宫的爱卿，大臣，不乖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说，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，有一个人又哭又笑，对不起。我的婚姻只维持14个月，我的缓刑都比这个长。我的择偶条件有三个，爱开车，爱喝酒，幽默。宋少卿。我在演艺圈有很多朋友。大 S。啊，大 S。小 S。其他人还在演艺圈吗？小 S 说我儿子长得像王世坚。气死我了。谁在说他像王世坚 Over my dead body。 有很多朋友我今天都没有提到，但是要我在这边说他们，我情愿被计程车司机打死。如果我被打死了，我就会变成川岛茉树。川岛茉树带